谢谢风和日丽啊！今天是我们大秀国小87周年的校庆，在这边啊，我跟黄会长啊，特别啊，向我们全体的长官来宾表示欢迎跟感谢。尤其是大秀国小有80几年历史，在历任的会长，还有历任校长、全体教职员啊，以及地方人士的关心之下啊，逐年啊这个成长发展。啊，尤其是啊，我们这个家长会在背后啊是最大的一个功臣。那我想我们在这边啊庆祝我们80周年校庆啊，相信啊我们各位老师都很辛苦的指导各位小朋友做各项节目的表演啊，尤其是我们社区啊有很多的队伍也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特别感谢我们虎秀那个秀水区的啊严基武，还有五路的啊这个土翁虎社啊等等，他们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另外我们小朋友平时啊在准备各项表演的节目，展现出啊你们活泼有朝气的一面。相信我们这边欢度我们大秀国小87年的校庆啊，我们能够期盼每年都更加的进步成长啊。再次的感谢我们老师的辛苦、家长会的支持，以及在座的长官来宾啊，平时对大秀国小的关心。最后呢，庆祝我们校运昌隆，各位来宾啊，这个身心健康，各位小朋友学业进步，各位家长家庭美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校长。来宾致辞。啊，今天我们来很多来宾哈，那我想我首先邀请我们清水哈第一位的立法委员，平时对学校哈很关心，尤其是我们北东的校舍啊，我们特别拜托我们蔡立伟啊以及我们的议长哈来争取。那这边我们特别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蔡立伟为我们勉励，谢谢。欢迎蔡立伟，谢谢。杨校长啊，家长会黄会长。在座各位校长、各位会长，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好。蔡立伟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个大秀国小这么热烈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校庆的活动。我想待会每一个小朋友应该都会有很好的成绩的表现。那诚如刚刚校长所说了，我想教育的工作需要包括我们民意代表在内大家共同协助、共同协力才有办法把教育办得更好。那我想这个旧的校舍的改建其实是我们大秀国小一直希望能够完成的问题。那今年在包括我个人以及很多民意代表、我们学校家长会特别是校长两位校长的这个努力之下我们终于把这个目标达成。我想不久之后我们的小朋友就会有新的这个教室可以来上课。那有新的教室可以来上课呢，我想这个我们的教学品质一定可以做很大的提升。我想教育的工作很多啦齁，这个后面很多的校长齁都虎视眈眈在看着我齁。希望我能为他们的学校齁多争取经费。那我想这个蔡其昌作为一个这个民意代表，这个我想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中央的资源通通挖到我们海线这个地方来，能够尽己所能的把我们的教育工作能够做得更好。那我想这个不管是今天出席的校长或者会长，如果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想你不要客气哦。这个每一年我都争取相当多的预算有些学校可能分的比较少了有些学校比较多，像大秀就比较多，因为校舍改建嘛大概4000多万。那我想每一个学校这个状况不一样，总而言之我们共同努力。那在这里祝福各位老师能够这个一切顺利平安各位小朋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蔡立伟的勉还有我们前任的蔡先生校长都是很关心的。相信呢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北东教室在如期的能够完成，相信我们小朋友有焕然一新的校舍可以使用。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我们蔡立伟还有蔡校长这个蔡辅导会长黄会长。谢谢蔡立伟，谢谢我们蔡会长以及蔡校长，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清水镇公所代表清水镇长
严秘书来为我们勉励，掌声欢迎严秘书。欢迎严秘书。啊，我们杨校长啊，冯会长啊，蔡会长以及我们蔡立伟以及与会的贵宾，还有我们啊大秀国小啊所有的啊老师啊小朋友哈、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严秘书好。镇长呢，哈，要我特别呢代表他呢来祝贺我们大秀国小87周年的一个校庆。好、哦，刚刚听到我们蔡立伟他呢啊，在这几年的这一个立委期间呢，哈、哦，为我们清水镇哈、哦、啊所有的学校呢啊来争取很多的经费哈、哦、啊在这里呢啊，我以清水镇民的一个身份呢，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哈。哦那今天啊、哦，看到我们所有小朋友呢，非常的活泼，心情非常的嗨，啊、看到，哦，以前哦，比较普遍的戴眼镜哦，我自己也惭愧，我戴眼镜哦，看到我们大秀国小的小朋友，嗯，戴眼镜的比例非常低，哦，可以由此可以见到我们其实大秀国小呢，在这个体育运动方面非常的重视，有一句话说，爱运动的小孩子不会变坏。一样哦，爱运动的小孩子不会变坏，但是爱运动的小孩子一定大多数绝对优于爱运动的小孩子，啊，我们看到在社会上哦，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好，成功的政治人物也好，或是有实力的哦啊未来的一个社会人士，都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啊这个活动。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哦啊、希望哦，在我们全清水镇的所有的这个啊学校呢，都能够哦啊在校庆哦能够来啊扩大的举办，包括社区的一个活动，啊、有爱运动的哦小朋友哈、哦，有爱运动的一个啊整个一个社会团队，那对这个哦整个社会是一个非常正面哦，能够来哦。降低我们啊、在现在电脑普及化的这一个啊、一个比较啊、算是有一点比较病态的一个现象啊、在这里简单的啊、来祝福我们啊、大秀国小的这一个啊、校庆今天能够顺利能够圆满啊、祝我们的校运能够哦、蒸蒸日上啊、也祝我们与会贵宾所有啊、老师小朋友啊、大家哦、身体健康哦、学业成绩进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李校长来为我们各位小朋友都指导，但是要拜托各位小朋友要好好的努力。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我们青海国中李校长？欢迎李校长。啊，大会主席杨校长，以及我们立法委员、我们蔡委员、严秘书，以及在场的所有的贵宾，来收为立定哈。啊，刚才所有的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以及各位小朋友，大家早。李校长早。好，今天天气很热，所以我的第一个祝福大秀国小生日快乐，第二个祝福各位同学比赛成绩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第三个更祝福各位你们的健康的现在就是我们青海快乐的未来，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努力哦，用功读书运动保持健康，然后到我们青海国中，我们再继续努力。各位同学、各位家长，青海国中在这里祝福各位今天非常的快乐，以后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家庭圆满。谢谢各位，谢谢李校长。啊，谢谢李校长，谢谢王秘书啊，这回来关心。